这胶带多少钱批货？没人啊？多少钱？我卖是你卖？你卖你拿钱就完事了呗。多少钱一点这个？跟他领导来了。领导来了？这多少钱这个？这是咋的？还有宽的啊？这多少钱呢？这个？这个来一个。不是，我多来点。那按九块成箱价。一个九块钱呢？啊，便宜不便宜？还是贵了？贵了呗，哥，这么贵呢吗？这玩意儿？我没法给你谈了，定价十二，现在就便宜到家了都。进价十二，那还能赔钱卖呢？我这才开十二，知道吧？今年便宜了，今年的货，我说那意思，那咋能赔钱卖？谁做生意赔钱卖，兄弟？今年商品东西便宜，照我往年能差三块钱一个，就差这些。您跟我说道理吧，我成箱走的价就是。你成箱多少钱呢？成箱四百五一样。人家哪个是厚的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不小，这个六块。大的合适，那不俩都大了吗？你看。我来五个。我拿虾子七。啊。拿好的，年纪大的。你看着啊。不是，我看今天胶带是最便宜的。这大新西城这人这么少啊？人少，你说这买卖这不没法看了啊？这三年的卖家，你老百姓还能穿点气儿不错的。我一直他妈防控防控更完了。我这一直要防控下去更完了，这他妈天都……不说了，说他妈都那啥了，五个是吧？五个，你客气点，这是七个，来这七个得了。你拿袋子。那咋整啊？一会儿吧，一会儿等我姐来了给你充单号，你能打了。得多长时间，美女？她一会儿就来了。你给我办上事儿吧，别忘了、啊。我你放心吧。啊，那小孩不干了，取快递那小孩。嗯，叫啥名儿？你充。江海龙。江海龙是吧？啊、行。那是谁能上我那取快递去？我联系谁？哎，多少件啊？今天得有六七十个吧，六十多个，六十个。六十多个呀。啊。行，我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早市今天没有出啊，我打算休息几天。然后研究研究电商，但是电商今天我去过的公司又给我泼了一盆凉水啊！现在是好多地方都是解封了，不封控了，但是快递这个运输时间漫长啊。我早上去了一趟大新鞋城，买了一点这个胶带，然后又跑了一趟快递公司，咱那个运单号没有了，打不出这个快递单子了。我今天早上来接完货之后打了一部分快递单子，咱昨天总共是卖了七十单春饼，其中还得有十几单发不出去的，朋友们。现在快递是能发是能发，但是慢啊，慢，非常慢，因为咱这个春饼没有防腐剂，没有添加剂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东北三省的情况下没有啥太大问题，因为冷，天冷，要是南方发往北京那边发的情况下，因为现在快递时效慢，所以说有一点风险。但这批货，朋友们啊，我昨天卖了七十单这个春饼，这批货我打算全发出去啊，有风险咱来承担。然后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呢，我就打算发东北三省了，朋友们啊，东北三省，要不然这样风险太高了，因为咱这个春饼利润点太低。如果说十单有两单出现破损的情况下，咱十单都白卖了。啊，十单都白卖了。我看了一下昨天派单春饼的那个收货地址啊、哦、有不少都是北京的，还有广州的、陕西的、江西的也有啊。可能这些地方收到货可能就会慢，知道吧？收到货可能就会慢，但这批货就这样啊，坏了算小龙的，小龙在这边承担着啊。下批货的时候停几天，下批货我就发东北三省。然后这批货看看运输时间能达到几天，如果说五六天、六七天能到顾客手里，咱就等到六七天之后再发全国啊，朋友们，没有办法，又让大家失望了。我现在就在想，咱们的生活状态什么时候能恢复到2019年的那个时候？如果说达到2019年的时候，这个季节，朋友们，咱发春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，一点问题都，全国都可以发啊，但是。现在这个情况，朋友们，
既然说是不封控了，解封了，但是也严重，非常严重的影响咱们的生活。哎呀，大新鞋城早上有一去，那不是没开门没营业呀，啊，就跟要黄了一样，真吓人呢，真吓人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一会儿呢，我准备打包了，打包，然后下午把今天的货都发出去，啊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